当泰国小姐姐遇到羊了个羊，很简单。好玩吗？好玩。是不是停不下来了？过关没有？本来我还以为很简单呢，烦死了！这个是白痴的游戏呀、啊，玩了一半天又不赢，又不过去，你看，烦死了！哎呀，失败了。中国游戏太难了，再也不玩了。很简单。几点了？还有五分钟，十点。那再玩五分钟。最后了，最后了，是最后了。